退休以后，到了北极熊的室内冰场，组织起来冰球队了。通过室内的滑冰馆，培训了青少年儿童的学滑冰、学打冰球的人数，大概是千数人了。啊，公益活动，我基本上这个室内冰场培训了娃娃们接近20年。因为滑冰、游泳这两个项目是奥运会的大项目，而且对身体健康，尤其是从少年抓起，对他们成长、健康成长大有好处。这两个项目是终身体育，将来你到了60、70岁、70、80岁，都有受益匪浅的好处。咱们这个中国的人健儿了，有志气、拼搏的精神很好，能取得好成绩。我们170多号的队员了，也是个大团。我希望呢，他们更加努力，更加拼搏。